现在是早晨的7:46，然后呢要着急赶紧去下山。为什么呀？一会儿今天是礼拜六，一会儿那个上山的人啊就多起来了，多起来之后啊，那个这路太窄，马上就要堵车，一堵就堵好几个小时，受不了，我要赶紧下山。现在我的脚底下呢就是塔山村，现在早晨阳光不错，看的那个景色很好。大家看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，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是茶山村。哎，小村子，因为旅游脱了贫，但是呢，致了富有没有还是很难说，但是脱贫已经是肯定的了。早晨的这个茶山风景非常好，那边的看看早晨看的那个云海，现在看的云山雾罩的。